第一建议澳广市定期举办公听会，听取公众对节目的意见，又建议澳广市现场直播立法会全体会议。学社成员之一的议员吴国昌说会敦促立法会主席开放会议做电视直播。学社又说澳广市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报道新闻时要根据公共利益。澳广市执行委员会主席梁金全回复的时候强调，新闻报告运作独立自主。